那个呢？卡片给我拿去了。你吃吧。明天吃啥？明天。红薯圆子呗。明天到了再说吧，不知道。不是红薯圆子吗？红薯圆子是谁爱吃的是？我也爱吃啊。这条小鱼正在睡懒觉。它是一条懒懒的鱼吗？嗯。哪一条鱼最懒？就这条小鱼，这条小鱼就知道躺着睡。它才游了一下，它每次都游一下。为什么妈妈、为什么这些鱼都睁着眼睛睡觉的？因为鱼没有双眼皮。那它不怕累吗？不怕累呀，这是它们的习惯呀。鱼长得是不是很奇怪呀？鱼长得很可爱。你学一下鱼嘴，鱼嘴是什么样的？张开一下，闭一下。为啥鱼都不会打哈欠呢？鱼估计要打哈欠的话，那水就都进它嘴巴里面，它估计可能会呛着，是不是？是我手。你看见没有？有鱼。修手，你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陶鞠光。今天是二月初二，龙抬头。今天的天气一般，有太阳，但是这个雾也蛮重的。今天也是封城的第33天。这头发这么长了，今天本来是二月二龙抬头，是理发最吉祥的日子，也是我们这里理发店最爆满的日子。本来我和小泽都是今天理发的，看来是理不成了。今天也想自己来弄一下，每一天都要这一天，我要，但是没有那个工具，不知道什么时候。我们不是用剪刀来剪吗？才能理发。你在干嘛呀？头昏，焦虑。你不做事情？做事情啊，饭肯定要吃啊。那你要在干嘛嘞？洗几个红薯吧。洗红薯干嘛？做红薯圆子呀。昨天小德不是想吃红薯圆子吗？刚好红薯也到了，来。哎，还是红心的红薯啊。嗯，这个季节都是这个红薯。来，跟我切一半，我要生吃。我待会儿给你们那个吧，我待会儿用点红薯，用点胡萝卜，给你们都切出来吃吧，好吧？不，你给我撇一半，我要生吃。嗯，那我把皮夸着。甜不甜？嗯，好甜。我还是喜欢吃熟的。你问小泽吃不吃？嗯。你问小泽吃不吃？小泽，你吃不吃红薯？小泽不爱吃生的。他跟我一样。跟你一样啊。怎么会有肉筋？这又不是胡萝卜。哎，你看吧，你切到最后，你就会使用超大力气才能切破，是不是啊？是的。浪的那个浪，快
嗨，啷个哩个啷，嗨，啷个哩个啷，哦哦，啷个哩个啷，嘿，啷个哩个啷，嘿，行路让你放啊。我们总有一句话，你就爱想妈妈，来来，我们总要一去爱他。啷个哩个啷，嘿，啷个哩个啷，嘿，啷个哩个啷。尝一点，怪甜的。嗯，是好甜，就是小时候给猪蒸那个红薯吃的一样的味道。加面粉是吧？加少许面粉，我们就不加糖了啊。不加糖吗？不加，就吃这是红薯味吧。到我脸上去了。别玩了，开始搓，别玩了。妈了！我操多了，来。那想抓你，你抓一下呢？那允许你抓一下啊。哎呀，是热的，烫。我烫死了。你先做好一个。你做也太大了，我告诉你，你做的跟我这般大小就可以了。陶九，你来帮我把袖子往上撩。做好了。这个。雪人的一个形态做好了。哎呦，你这我不要，你这弄着我好不舒服。这个已经做好了。这我好不舒服，这妈妈这好了，妈妈。把秋衣扯下来，不然你们秋。秋衣还在里面，快走！七成下锅炸，小泽的小圆子，我想你丢下，我建议你最后放吧，它容易糊。儿时的味道。把这肉干吃一个。啊，那个你吃这个米饭吧。炸个肉干。你吃这个新鲜的米饭来。我刚才把这个吃了一点点的。嗯，没事，你先吃。你的这么少。看来夹个肉干吃一下。肉干太不好吃了，你尝一下就知道了。我已经尝过肉干了，不好吃。妈，这是什么呀？哦，这就是菜苔，加菜苔。干菜苔也有点辣。圆子。
太嫩了，它应当再炸一下。嗯，第一锅还好。嗯，我把它戳破看去。我做的那个雪人形态的呢，散开了。为啥呢？因为它炸不起。上面那还撒点白糖的。撒白糖不要。小泽的嘴巴油嘟嘟的。我记得小时候只有在喜事宴席上才能吃到，啊，嗯，就别人家过喜事，红白喜事。妈妈是过年吃。因为这个东西必须要得那种大笼子才能蒸。其实做一件来。就昨天晚上的饼子。对。你看昨天那么大一把，你好。为什么我这么多饼子？你不就剩一张饼子？你吃不完吗？吃完给我吧，我俩分吧。是吧？你看昨天那么大一捆，你好，就这了。炒出来没得一盘子。哦，好烫，好烫，好烫！嗯，吃什么好烫？啊，鸡蛋好烫，吃太快了。我给你加点菜来，好吧？加点自己呀。嗯。妈妈，这999还是666啊？999倒过来。那倒过来，这就是666。对，倒过来就是666。好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跟大家拜拜吧，拜拜。找到小汽车啦。